周兴哲首度跨足电影界就入围金马两项大奖，最后开心抱回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，而这也是他宣布求婚成功后的大好消息。果然揣波紧谁家熬的好运是真的。那刚才得奖以后未婚妻有传什么东西？有啊，他们都非常proud of me， 然后非常开心。想知道礼物倒没有，还是你有想要买什么礼物送给自己？我已经买蛮多东西给自己，最近要存钱，存房子的钱，辛苦。已经看好了，所以全部选择定好。所以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搬进去啊？2024吧。所以目前婚事的进度到哪里啦？我们在讨论要什么风格，什么蜜月啊？蛮想去夏威夷的，或是马尔蒂夫吧。我觉得海岛，我觉得都会蛮。relaxing。那你未婚妻有前一天就跟你讲说，就知道是你了这样？肯定有啊，对啊，拥抱、亲亲都有，早晚一次。这么开心的场合，还是最适合放闪喽。